破坏沙石啊，断人命声，到底是谁给你记住的？若阿舅叫走，长辈干嘛叫吵吵？我拜托你，今天叫去了。这个阿豪的眼神，那我感觉真熟悉。你要顶着无路头好走，而且还这么硬拐，我看你也是乖乖走的。就算讲我死，哥，我嘛绝对无法离乡离岛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按时备电，天之娇女。你还真兄弟，无饭头吃，无钱好赚。安尼你这期水老的嘛无好啊！我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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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就是。老总，嗯，织田社长，我拜托你，赶紧救人。什么款的女朋友不爱搞高级的青梅？恁两个人哦，是绝对无好买的。你给我点去！你不爱和我讲是不？啊，哪里哦？我得怕李宇飞独享。你卖白砖呐！织田，你走！恁绝对会后悔，把恁两个送做一对的。恁绝对会后悔。这里底是杜大卫足疗，因为他发财，我是命案的时阵，杜大卫永远是客群的助理。因为我比恁任何人更加想要知影真正杀人凶手是谁。叫你乖，我靠，我都掉落去。你到底有要去救人无？有啊，你到底放哪来啊？你求我好事一条，咱先好好算算啊。看起，咱查囡红球甲出事惨的，咱赶紧过来。你袂呢？你先甲我去救人，拜托。大 boss 交代过，袂当有骨碌任何死角惨，伊脾气这样硬，来真正跳落去我就惨啊。阿妹呢？你听阿好意的，你要做公大事，拜托。你们现在激动，我今晚就让你知啊，什么是比性命更加重要的精神。你，哥。你。